拥抱你就跳了起来。哇，整得我们无所适从，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你。什么叫冷到？耶！观众回来了。为什么进来一段燥呢？而且娜娜，差不多了，镜头在这边。整个大背。本来安排我们在这一桌。怎么样，小丁被震撼了吧？小丁吓得说不出话来。小弟有没有被我的舞台震撼？震撼！我真被震撼了。震撼是，我中弹了。我们可以过来坐了吗？可以可以可以。我们要不先走吧，有点害怕，状态不对。我怕被中弹。快点快点。有些词语我真的都听不见。震撼，很震撼的一场演出。我被中弹了。快快快，坐坐坐！风尘仆仆的，为我和杰哥操碎了心。风尘仆仆，为杰哥拍了 JMM 对。集美门，集美门。哎，我这个手。来，主持人。我还有主持人呢。对。正坐着呀。哎，欢迎欢迎。是几个舞蹈的大家。还没跳完。现在是在直播了吗？在直播了吗？一直在直播呢。哪个舞蹈？舞台。大家好，欢迎娜娜回来。好准备，但没想到迎接是这样一幕，而且冲他面前来跳。因为刚才是我去接的娜娜，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跟大哥提起，我说这样的，我说娜娜不知道是因为好久没做节目，状态不是拉满，有点超过。刚才我去接她，我也走错了一段路啊，然后所以我要做互动，跟那个这是有个预期，但是也觉得挺猛，还是对。已经知道会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场景，他对得起这四个字。震撼，震撼回归。在丽颖和娜娜眼里。到现在一句话没说，不敢说了，不知道说什么。小芳不来，小芳只是在分会场。何老师，对，坐舒服点啊。何老师，灭他！是不是？你想把我变走吧？一个响，谁用响木质打响指？能量太小了一点。真的，等一下还录节目，把能量均匀的使啊，就是缓一缓。有什么问题呀？都被吓到了，真的。没憋好。一个接不住了，已经。这个问题能不能直接跳过？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紧张，他现在对这个度有点把握不控，我控制不了了。这是你上期的表现，真的好害怕的，瑟瑟发抖。紧张在我的字典里面是没有的，我只有让别人紧张。他长得短，紧张的，硬的哈。主要是指向灭霸。嘉哥，你把这个摘了，借他用。疯狂在人家面前展示小拇指。是想要，是想念，不是想要回来。天哪！现在关键是喜怒无常，喜怒无常。就是那种回到大本营，好像回家那样的感觉。你不是在家，你不是在家里吗？你又不是不在家，你明明就在家里。家，另外一个家。那个吃的好吃的东西，什么的，什么的是什么？还有大家
的目光。对，你们看出来吗？他俩都读我们的眼神中都是恐惧，关爱的目光。你咋了？啊？怎么了？什么什么？没事没事没事。你陷入一个。何大姐每周都有看节目吗？也不是每周，因为有的时候我那个需要休息。有的时候需要休息。达不到那种让你休息的标准，休息不是啊，太兴奋了。我也生生宝宝以后，那个眼睛啊是需要休息的。撞型了，身材、时尚各方面都成型了。这位海哥，人家来给你助阵。该动瘦了点，瘦了点，还这还这胖了，他以前胖了点，哎，胖就是眼睛休息，熟吗？也没怎么休息，胖了，不太熟，胖了点，胖了点，这样你显得脸都短了。这么说吧，往这堆了。你上次见脸脸跟我们这次见脸脸，就上次见脸差不多同一时间，所以他就不用回顾有什么变化了。对，包括弟弟你也见的，你们上记不记得见过？上次见是他们还是团来更小节目的时候吧。他一个人来，我自己来小。那时候娜姐还没走吗？还没去，没有是吗？我当时怀孕了吗？对。这个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他作为一个，都是很后面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好问题，我们都是很后面知道的。孩子们，他那个眼球颤动了。说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震撼了。小丁，这个问题好不好回答？你当时只是安心录节目而已。对，没有问那么多。没有在意那么多细节。没有在意那么多。仔细看我吗？上次来看了，就是在。是我好看吗？好看，好看惨了！天哪，天哪！情商得低到怎么样才会说不好看？真的，好看，绝对好看。人家说实话，什么情商低的？对呀、啊。说实话，好看是吗？实在，实在，实在。小丁越来越帅了，而且感觉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了，感觉。他是长，一直在长个。是吗？你现在有1.9米了吗？快，我2.8米了，应该。那你昨天跟杰哥比起还矮一点哦，都应该有3米。然后何老师是真的是，何老师不用讲，现找的，不用聊我。何老师状态就一直都很好，我老是我每次跟何老师说，就是我有时候看着看着你老了吧，然后突然又年轻了。就是有时候节目很累的时候，到晚上吃饭的时候都你知道吗？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就是容光焕发，焕发，容光焕发，不知道睡在哪儿了，能够一晚就能够一个哇，红的你简直是哎呀妈呀，我咋的了？哪里都有你啊，而且都是最好的节目，真的各种节目，哇，适不适合的都在那坐着。你就大
要请那种到处都有还不计前嫌请你，我觉得确实确实感谢大本营，感谢大本营。我在说话，你怎么说话？你不是啊？你说你说。你一起说，哪里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觉得很棒，而且很时尚嘞。开始时尚了。他在一个某一家那个潮牌店，潮牌店买成了 VIP。说的太深了，买成的 VIP 太具体了，对，确实是这样。幕后，幕后的故事。嘉哥，嘉哥，我就觉得，哦，嘉哥统领了那个室内观察那节目，在我休息的这段时间，统领了室内观察那节目。对，哪个节目要没有嘉哥，就观察不了，观察不了，某些地方看不到。看到了你也悟不出来。不，何老师，我就现在有一种感觉，他不像说娜姐回归，他好像过来我们请了一个大师挨个看一下。平。这个，把脉来，挨个摸骨。一个好。金桥。老说人家是水兵。好可爱，丽颖啊。真要谢谢丽颖。真要谢谢丽颖。首先是跟杰哥一起拍了那个，拍了那个音乐的更好的那个，对 ，JMM。JMM。那个一个是拍了，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又风尘仆仆的跑过来加入我，就回归首秀，回归首秀，对，忙，最近就在忙这两件事儿，最近就在忙这两件事儿，啥都推了，什么都推了，就忙这两件事儿，就看出来风尘仆仆，对，有多冷毛衣都穿出来，好热，短季节跟咱们，你不知道，都是现在的时尚都是要先，看下一位，哇，那真。陌生手。上期你节目还头发还长呢，这期怎么变短了？假发。哦，算出是假发。姐，娜扎也好久不见了。对啊。是吧？我跟丽颖、娜扎是那个时候录那个偶像来了，偶像来了，一直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嗯。然后我们是属于真的是很熟的了。嗯。因为当时我们都很小，都十来岁，一起少不少不更事，少不经事，对对是吧？欣欣就更不用说了，爱你娜姐，爱你。欣欣呢，就是越来越美丽，因为她啊，她有很大的心脏，我有很大的心脏。我走了以后，旁边来了个雨琦，好不容易把雨琦挨走，又来了个娜扎。上期杰哥那期节目，我一直以为他蹲在娜扎旁边，是啊，结果他是站直了的。你那个，我只到你腰了。我昨天我那期还垫了内增高那鞋里面，然后就显得贼高。是吗？一直在我到腰了。因为你们俩去求那个娜扎在这里，你在这里。我们也考考娜姐吧。好，娜扎的全名。又忘了。几个字？先说几个字就行，上期节目八个字啊！你在干什么你？我说你答呀，你答呀，我跟你说呀，叫门一下。脸脸说几个字？上期节目我还他没在，我不在，我不能知道，我不在。十个字，嗯，我只知道他市面上的名字。十个字，还在本尊自己提醒。十个字啊？那怎么答得出来？十个字。如果想知道是哪十个字，请大家回看上一期的《快乐大本营》，好不好？娜扎尔巴赫提尔，对，来说一遍，对，娜扎尔巴赫提尔，对，哦，过五分钟我会再问你一遍。你这回不要一直在背，来，就五分钟。你刚刚开门没看到，都不用 Q。当然了，舞蹈秀准备了秀，已经快结束了才盖。突然间拿那个毛巾，就是因为网友提醒了，才开始盖。OK 吧，没问题了，快说完了。没事，我们不用盖，找人家裙子。那个我也盖。是这样的，娜娜回来就一切好说了，不要着急啊。我们那个现在快乐家族整整齐齐，啥都有。对。我回来当然有秀了，舞蹈不在话下，我要给新人一些颜色看一看。干嘛？干嘛？对着他来？我以为是要给他一个舞台，你要颜色看一看。
我看他眼睛又颤动了一下，是不是？小丁眼睛又颤动了一下。嗯、大家放心。好的，回答完网友的问题呢，嗯、我们再来一个小互动啊。好的。道具老师上一下那个道具。哇塞，真的。哇，这么他好开专业的吗？这么认真，环节还只多。紧张，这么认真，这个控制。这是什么互动？这喝吗？喝什么？这是个苦瓜汁啊。嗯。苦瓜汁上面放了一些任务牌。嗯。然后呢，你们可以依次去吹上面的这个牌。吹对，要把这个牌给吹下来。谁把这个最后一张牌吹下来，要完成卡牌上的任务，并且把这杯苦瓜汁给喝了。好，那这能玩到娜姐吗？那很有可能，第一个吹就吹，就都、啊、都吹下去了。有可能，就看力量了哈。对，但每个人必须至少得吹下去一张，对吧？它这个游戏有趣的点就是，你吹轻了可能吹不下来。但你吹中了，有可能会把最后一张吹下来。必须要吹下去，如果有没吹下没吹下来，也要我们是谁来玩呢？从那里开始哦，那是很优待了，因为前面的人对越往后越难。那我能举手一下吗？如果真的抽到吹到了，可以不喝这一杯吗？因为吹来吹去，因为疫情期间我们有新的苦瓜汁可以喝，对不对？好，如果你吹到了最后，我们会有新的苦瓜汁可以喝。保鲜膜盖。然后因为这个任务呢，吹完以后比刚刚还满了啊，所以呢可以由娜姐开始指定，是吧？我以为有个哦，不是你来第一个吹，是你指定谁先吹，或者从哪开始。要节约时间的话，第一个吹完就来个大风吹，肺活量，肺活量顶到顶的那种，来个大风吹，涛涛吧，是不是？你是肺活量最大的。你是想多玩一会儿还是？直接结束是吧？先往下理一下，可以，玩儿，我抽多少？来，吹那个纸，对，把它吹下去，吹面上这张。你不要争取全部吹，你要把。不要全部吹下去啊！全部吹你就对，因为你吹到最后那张，你就得受惩罚了。就你能吹几张吹几张，但是全部吹下去，你就得惩罚。哇，好厉害！你只吹了一张，吹了，而且只吹了一张，只吹了一张，这个就到惩罚，这个不用管他了。OK 了，下一个，这怎么做到的呀？下一个娜扎是不是？娜扎，你这危险！你把那张，你把那张吹下去是？你吹下去。哇，你这个力量绝对不行，他这个你必须得至少吹下去一张，他必须得吹下去一张是吗？至少得一张。哎，开始。哦，哇，不会吧，只剩一张了。这个游戏结束了。然后谁吹到这个，然后就是惩罚是吗？就要完成那个卡片。我觉得还是保持你第一个人选。两个是有事来了，来了，对吧？两个来了，没有来了，没有机会了。要完成这下面的是吗？对。那这个最后一个谁吹是吗？对。我吹不了手指。你是这样吹吗？就让你弹的。弹的小手指。这个基本上谁去谁就新人下马，我给你小丁呀，小丁这根本就直接给你颜色看看了，来吧，你把它吹起来，它又落回杯子上就离开了，可能。哎，小丁加油哦！加油！哎，加油哦！加油加油！这个来看一下啥任务？声情并茂的朗读娜姐的一条微博。哎呀！先得要喝是全苦瓜汁，全部都得吗？可以给我们拿一个干净的苦瓜汁吗？谢谢。道具老师上。哎，这个就放在这吧，这个就作为我们所有的底座都用这个，好不好？今天才到。谢谢。是不是要拿两杯？要娜姐陪一杯是吗？哎，不是，可以，娜姐微博也翻好。这事儿还带敬娜姐一杯，敬娜姐一杯，给你个机会。对对对对对，他把多的给你了。苦瓜汁你别喝吧。苦瓜汁可以，一点点吧。沾一下，可以。哎呀哎呀哎呀！天哪，没有，没有什么。够了，好不干了，酒桌文化刚才。你别，不行，这样不行。选哪个都行。选一篇大姐的微博，深情并茂的。要深情并茂啊！他今天发了一个，但太短了，好像今天刚发了一个。斩钉截铁，是个什么抱抱组合？完了，这么好的机会找了这一条这么短的。我看一下啊，翻一翻，选一条有文学素养的。有一点。哦，我找到了一条。挤一下你更热。
丽颖今天毛衣中午会不会要哭啊？这条，这条来来来来来来，小丁来了，小丁来了。中午午觉醒来，他很正式、很神秘的打开门，送玫瑰给我。我说：“哎呀，我头发乱乱的，说话。”他说：“他帮我扎个小丸子头，看照片扎的还不错，七夕快乐。”真能挑，可以可以可以，这是我七夕的时候写的。其实可以让那个弟弟念你的最新的一条微博，跟他念了念了，因为太快就念了。念，你刚你走的这一段，再大声的念一下。啊，不用不用不用，念过了没关系。何老师没最新一条，最新那条大声的念出来。我要规定啊，你念完的时候眼泪要一点。那条微博有什么？有什么？一滴眼泪这里掉下来，眼泪掉下来。咱们丁姐小姐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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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来是哪一首？而且有点像爱情买卖，对，有点开始又有点像凤凰传奇的某首。咱们丁姐猜，是个啥子宝宝组合？是个啥子宝宝组合？可以可以，眼睛已经有了，眼泪已经有了。有了有了，可以可以。那个说评论的第一个也可以分享一下啊？真的吗？评论第一个是评论第一个哦哦，我自己的。你啊，你自己的哈，真的。谁的？他哦，是你，你回复我的。娜姐是宝宝宝组合啦。哦，你给我回复了。哎，我等会儿你回一个。能不能流量互换？节目当中聊完天还要在微博上聊？流量互换一下。好的，对对对，流量互换一下。好，还有吗？还有最后。哦，好，再来一轮哈。换一个，没几张。娜姐开始点，我点啊。对，行行行。好。吹一下就好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来来来，你抽一个，抽一个，抽一个。今天赶时长，今天赶时长第一名。今天不要生气。我想接受我这次欢迎的直播，刚才不都是这么说的？也就是牛气，喘着牛气就来。啊，和娜姐表情包即兴五连拍。哎，带上你，带上你。这个也可以吗？可以。怎么这样吧，你们想要安排哪个你们直接挑吧，也别假装在那儿坐。我觉得这个五连拍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星星肯定要参加，因为他已经抽到这了。喝一个苦，然后你可以邀请一个人跟娜姐一起。小丁，四个女生一起吗？四个女生一起。哎，对，我也觉得五连拍。好，好，那谁？我来帮你们喊吧，好吗？就五连，就是五种不一样的。对对对，表情包啊，来准备。表情包。四姐妹，表情包，预备，笑完笑完，准备啊。其实我突然觉得很好笑，因为昨天。我看节目，他站着比那个娜扎矮很多，现在坐着比娜扎高。怎么办？因为他椅子比娜扎高。我不会是91厘米吧？好，来来，准备啊，准备。满身是9。来，准备表情包，第一个一。哎呀，都是这个。二。三。耶。开始了。四。嚯。五。嚯。拉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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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好棒的手势，让我们回顾到80年代。亲爱的朋友们，下一环节我看到了赵文卓老师，有那种80年代的气息，都是练家的。哇，哎，哇，哎呀，哇，这个服装刘敏涛老师那套说是的是的，该这么去形容，有好多经典的造型，造型好多，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哦，前面还有好多，哇，我们欢迎娜娜回来喽，好不好？你坐着那个是啥？坐着那个你这个是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是个啥，而且腿的有这个吗？腿的形状很怪，造型过吗？不知道了，腿忘记了，就是海报的那张，哦，生日海报，哦，生日海报，对对对对对对对。好了，那我们那个娜娜，这不是生日，但是还是可以许个愿，对吧？因为又是一个新的旅程开始了，所以呢，我们欢迎娜娜回来，然后呢，我们也
希望娜娜这个在接下来的我们不管是工作和生活当中都一切顺利幸福，好不好？谢谢，然后谢谢你们这个第一期就跟你们在一起，然后也希望你们也是顺利幸福。后面我们也都在，不是只有这一期。还有、哦，对，不是送给你的。哎呦，我们，好吧，来吧，好，来许愿。愿都许出来了，人家应人应观众，表演式的许愿。刚回来是这样的，我相信应该不会永远这样。表演式的许愿，侧面好看一点，侧面好看一点的。我帮你推过来，我给你推过来。好，来准备。好，三，我甚至能读出成语。一，来。还没有，吓我一跳。很长，这个愿望很长。是说娜扎全名是吧？倒数，从100开始倒数。没事，让他自己慢慢来。想愿望。已经。更多的快乐给到我。念出来了，已经念出来了。关键字念出来了。涵盖很多方面。好，来，三、二、一。祝大家欢迎你们！来，来，来，好，装不装下？谢谢老师，谢谢。来，各位老师看这边，来准备，一、二、三，谢谢老师，往后推一点，好，来，谢谢，一、二、三 ，OK。Okay, 好，谢谢，那我们马上开始录制了，也谢谢大家守候我们的直播，那就节目里面再见喽，拜拜，拜拜。